老子生来死不讲，妹子站街打油的，其实还没学的，单单学个不干净。去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半中八少许争吵大扑火。在下顾老儿，其实憨皮的毛修单单修的不干呢。哎，这一下呢落得几天麻鱼子，我一想天色渐黑，我还要去买不干一回，等我把单子挑起来做。李百爹，我的单子我是去给他狗屎买了啊！更新这狗屎人呐！什么？更新我这狗屎人呐？我就多谢你的好菜的哇！父老儿，我满将单子来挑起呀！我要到思想去不敢，我想神气把门进来去了，再少再反两个门，门三甲锁万军难自来，家风满笑人，去在门那迎我晚呐，老兵进士等爱人，我先过看老王啊进呐。敲打盖灯，人血打盖不变啦，这发不虚惊不是真，那邓家府里进当先来，铁匠府里毛和心，那走走府里生意呀好啊，老少心中忙不应，那大河府里生意呀。到几不成，其实行干不啊进来，我一心大概还不干，不干喽，三个喊到下干进来，不干喽。Yeah.
又应该冒死干要不得不喽，有杆子要不我来，冒着杆子不啊，我就不要走啦。好发财呀！哎呦，发就发财呀，怎么这样好发财咯？哎呀，王大娘呢？那个不晓得，我进门的时候看见那个地面就一面麻，那好背就一面砸呀，公房楼边就麻卖钱，那石头那边就砸卖钱，那岂不是极好发财呀？哎呦，那就是年年发财咯！啊，年年发财。请问王大娘呢？那个贵姓呢？哎呦，王大娘至于是姓王呢？没错，王大娘是姓王。嗯，那请问那个那王大爷有贵姓呢？我的王大爷他也是姓王啊。
王大爷也是姓王呢、啊。那那个，他是没开枪呐、啊。哎，告诉你喽、啊，我们是七色福星。搞得胖起他们的鸡给他鸡困了。哎，你个这人哪、啊、耳朵倒花心，听话也听不清呢、啊。我们是七色福星。哦，七色福星呐、啊，啊，请问王大爷呢？王大爷、啊、他就到哪里去的呢？他哟，到四群去的。到四群干么子？做生意呢。四群做生意，做么子生意啊？做肉子生意啊。是的，到四群的是猴把戏啊。哎呦，是做肉子生意嘞。做肉子生意，我是是猴把戏嘞。那你去了好久的？去个到十七大八年的。哎呀，去个古人街了十七大八年，那就请问王大爷呢？王大爷去个十七大八年的，那个那个十七大八年中间呢，也是那几个灾了。是你的鬼！哎呦，我的王大爷去个到十七大八年，我王大爷哪里来的灾哟？哎呀，那王大爷嘛，在屋里一定生不得灾呀。我就跟着你听了，我那上边屋里喂到几根，那他下边屋里就喂到几波，每天那几根子跑到几波屋里来个呢？每天那几波他就生一个蛋，蛋好了，跟上边屋里那点壳，把那几根子杀的蛋给他壳，要那个几波一个人在屋里打单身手挂。他每天一生一个蛋，哎呦，那是畜生呐！山野大盗，人畜一般人噻，认不得。人畜一般人认不得，当然认不得啦。好像人也有呢，我到外边不干，不干上四年嘛回去，我还遇到一个畜生，就大家短裤子回去的，我又买个蛋子身上毛毛子八胖的，那是何是干的呢？哎呦，不会嘞！啊，那就不是我王大娘干得起了啊！那只怕也是你我的堂客有些不正经呐、啊。么子？我的堂客不正经呐、啊？嗯。啊，你个这样子啊，在屋里那个也蛮正经呐、啊，是啊。那你没说呢？王大娘，他嫌我屋里堂客不正经，他就问我屋里堂客还不正经些。他干脆呀，我跟他两个人都好得去。难得怪了我昨天化的猛称，猛称那个眉毛闪到掉半哟，好运气来的了。哎，你不是搞么子的啊？搞么子啊？啊？刚才不是信、啊。我爱你呀，两个人都好运气。哎呦，碰到了我的娘的鬼嘞、啊！爹，我是轩、啊，你我两个人打好命去带杆子。哎，你不是打撇个什么了？搞得半天是带杆子哦。那当然啦。那我就不敢带，把事的干毛带个杆子，那我就不得带了。我咋？嗯。你单纯就不带呀、啊？不带。那好，那你的杆子就不带。你看吧，你看你。你让我带个人噻。那你快些来喽。来的。王大娘呢？搞到半天你是个王干事。
哎呦，你个人有点包气不咯？啊，哎，老娘的杆子要什么嘛？哎呦，我的叫你补嘞。我这个年来我补不到烂杆子，我只补到好杆呢、啊。哎呦，你净讲鬼话！你的补气装不着？装水。要装水呀？嗯，我家水就装不得啦。那看到一个是要进两装啦。哎呀，那就不了。嗯，老娘的硬要装水嘞。那装水？告诉你了，不给。啊。你这个老娘好小不懂。老娘呢，就到后面去泡一杯芝麻豆子茶，把给你吃一下，不啦？什么？还有芝麻豆子茶呀？那我就正常一杯呀、啊。好小不懂，都泡啥去了？做那几条好事情，两个哈子笨多难做啊！父亲俺健康稳健，两个阿爸一道好疼啊！家里有三代人呢，有三代呀、啊？哪三代咯？第一代是我们屋里爹爹，第二代呢？第二代是我屋里爷，第三代呢？三代有啊，是你哟、啊。哎，你屋里家家是干么子的？我的家家是不多的嘞。哎，只有不过了。哎，不过不过。哎，那你屋里爷嘞？我的爷是不。不咯啊不，那你呢？我在你屋里撑筐呢。哎呀，不干咯。哎，不干。哎，不对呀。啊。我来问你咯。啊。一个钉子有几支烟呐？两支。两个钉子呢？四支。四支嘞？八支。八支嘞？一十六。一十六支嘞？三十二。三十二支嘞？六十四。六十四嘞？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八嘞？一百五十六啊。五十六嘞？搞不清嘞。我就晓得你搞不清了、嗯、哎，我再来问你了、啊、你呀、啊、看见过白老鼠过年吗？我在这不敢看么子白老鼠过年了，没看见过呢。你没看见过、啊、你看了的、嗯、那像白老鼠过年了的。在哪里啊？你什么时候看了的？在哪里啊？爹在哪里在哪里啊？哎呀，
我大娘我的我横发外婆啊。这心情大翻婆婆啊呀呀。是正别怎样卖小鸭。早上早起把门啊叫啊。朋友别睡路灯别看别看别好看呐、啊、我让我父老当丞相当丞相赶紧来乱王朝自上自下大郎个好干没得钱那就要扒干娘嘞我扒干娘子我有死什么扒过干娘子我不晓得拜了你不晓得拜就拜师傅嘞、啊、哪一个是师傅爹你看咯、啊、那下来的一个师傅的在哪里爹在哪里爹你晓得拜啊那当然的、哎、那你就拜了我看看那好咯、啊坐着看咯，带我看看呢。爹，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撩起门帘子。嗯嗯。走起去来。走去来。放下。放下。这还是走。车孩子一。车孩子一。鸡孩子卷袋子，卷袋子，派子盘一盘，盘一盘，派子盘盘海，哎，盘一海。爹，再一个一步子，一步子，一个二步子，还一个翘步子，爹。大娘子在上，大娘子在上。大娘子在上了，我坐在我的上。哎呦，老娘是告诉你讲了啊，告诉你讲，干子子在下。哎哎哎，干子子，虚门之人，虚门之人，死不老真，老真，蛇手蛇脚，蛇脚，打了万大娘的干，干，冇得钱摆在，冇得钱，打我做干娘，干娘，嗯，干有这气了。老娘干子子告诉你办了，哎，办个子子，办去。毛怕什么？大人要怕啦！要怕，要怕就怕了。清早起来，
打开门门子啊？门烟子。好，你要去门烟子。你去啦，你放下，这还是得不？哎呦！哎呦！可是老子本人的，这个一不知，二不知，八不知。哎，你屋里做猫叫啦？你寻思给我扯到门啊？我门啊，不叫扯，我扯到猫啊子？哎呦，要你扯么子门啊喽？哦，快的喽！快的。嗯。啊、哦，快的。嗯。嗯，王大娘在上。干娘子在上。干娘子在上。嗯。干伢子在下。干崽子在下。嗯，干崽子在下。出门之人，打死一个老针。哎，死不老针呢？死不老针。蛇蛇蛇就毛大郎王大娘的干。哎，你还毛大郎？大郎大郎的有个袭击，把他王大娘的楼上、旗上、楼上旗上不是一样的？哎呦，真的是旗上啦、啊！这有个干伢子呢？干崽子。么子？那干娘子啊？啊，哎。干娘子。干崽子，干崽子，天气哟、啊。镇上去了，看大呀，快呀！那王家庄上拜干爷，我忙把担子来挑起呀。一不走去干娘子门，正正干娘子坐下了啊。想我辛苦的喊，我想你散步的散，吃的饭晚上跟干娘子，我恭喜你桃花嫂。花飘心的呢，人老心不老，事老就发不老啊。不信你们带走看，可是老牛只要敲冷草啊！我六十六，今年是五十五岁呀、啊！李外爹，你敢请我六十六的畜生呐？俺们真的有一匹命不赖，要你自己的好生子长得啊，也是要的。那眼睛皮子你记得个一代啊，你记得本金的人家就干呢，你六十六啊，你要十七十八二十五的，那个找一个堂客不啦？我一听到找堂客人就来给他进来卖去了，这个街上就大流行了，你买的好酒啊，我就把堂客就急进了门，
这个蛋可以进门呐、啊，你冒得好久啊！阿斗这个玩大玩大大呀，他在屋里冒这皮么子事？那我生三个崽，三个崽还是玩大玩大就长大的呀？那儿子长得十七十八二十五的，他就长得牙牙棒去。这崽崽讨媳妇啊，是个样样蹦欢的事啊！我原来找到媳妇的。儿媳妇找进来的，儿媳妇找进来的，满媳妇妹子都收割的嘞。这个大媳妇生得蛮好嘞，大媳妇姓马，我的儿媳妇妹子呢，她就姓刘不同，她姓何。三媳妇她就姓范了，三个媳妇又合起来了，叫蛮何范。这三个媳妇妹子两个真的长得真爱人呢、啊，人家呢看到我买进了媳妇屋里个进进出出，他都是我刘四楼去烧火，别你不理会你干呢？给他烧火，你看臭不臭？不臭，臭么子？我咋不烧火啊？还不得烧呢？是不？大媳妇、二媳妇呢？我的帮着他住在几仓房，这个马媳妇嘞，马子他外头去做生意去的，要到他一个人在屋里，哎，他就坐在鸡毛的，就外头一屋子杂子，哎，他又要煮饭，又要打打，又要洗锅盖，又要吃青菜，他一个人啊忙不赢嘞，我啊，你想去帮一下忙。屁股啊，他是我刘四老不正经，我刘四老住得近，倒不灵，不怕拉害成呐。见到这伯伯是呢，出去找人家去的。马媳妇们，这个这块的羊毛都结银的，我身上呢就带着一点三色的银两，要到马媳妇房间里去跟他帮下忙呢，他居然烧。要我你不好嘞，要得，满心完成证，要去了哟。刘四郎是我的养人呢，今年是年纪要五十来年。老年纪长得要蛮漂亮啊，皮肤呀嫩嫩呀胖胖啊等，十五老岁要学到了早安人，我屋里娘老是带我阿公阿弟大爷，一早在世早生那人，早朝大开要早生人，过去几句话也打动我的心。妹子啊，长家要打良心，大伙儿一呀一，一次啊一哟。妹子啊，长家是打良心啊，大伙儿。我家家把伯伯子套进大门，啊，伯伯子年轻不羁蛮爱人。好的伯伯俺真不挖怪呀，到我屋里生来呀三个阿塞，三张阿子呀三张大人，又长大呀老子呀和爱人啊，那好孩一呀一，一子啊一哟，又长大呀老子呀和爱人啊。天到晚家忙不卖人，光打他把爱人家上进大门，他当心不卖自己进大门，他当心我是一个爱他好的人，二媳妇长得也蛮漂亮啊，我上火也进了他的啊，三媳妇卖自己上进大门，所以咱老是他妈真跟啊啦，一家一为啥老是还冒真真啊啦今早啊伯伯子
干嘛？报答媳妇买这个大钱了，不求咱娃呀，不求俺亲来，来是来不求俺媳妇房门，报媳妇买是俺担子，好吧？你呀人人呀担子帮俺担，担心心大呀人人呐俺呀，家呀心大呀俺心呀疼。咱家的门马生不得开，眼睛没打来你呐。白虎子，靠门看看着。没听人呢。媳妇，开门喽！媳妇，开门喽！好的很，那快干的门吧。大爷，请坐，请坐啦。来的是要坐的噻。大爷，啊，你已经知道我反过来有什么事呢？哪里反过来？我。媳妇没在，那伢子出去做生意啊，满脚毛肥的不？是的喽。嗯，满脚毛肥的，有钱人吗？哎呦，就是，毛的钱人的嘞。毛的钱人，啥个人的媳妇？嘎呀，媳妇关的门是一家人。来来来，我捏的三岁人了，你拿着啦。那我的好意思咯，我怎么你好意思啦？他心里的是甜蜜蜜啊，大好了好了。媳妇，干了你听啦，咱俩是出去了，你就住在几亩地，有外头一亩猪崽子，个猪崽子呢，这是长得好。就常常要吃死，要吃死的话呢，这个人煮烧呢，那煮烧就要烧火呢，过来帮忙呢，但只要煮烧的不行呢。那些东西大爷嘞，大爷、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吗？我到底还有，媳妇，现在天色还早，我听人家干呢。你这个调子啊，唱得蛮好啊！现在是牙老公到这里烦你来的，你就把他嘎呀呀唱唱直调上声，又行不是样了啊？嘎爷啊，那你呀、就跟我白唱呀，怎么了？白唱？媳妇让我白唱了，那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别提了啊！嘎爷啊，那我们就唱，唱起来，起来呀！真的个是新年呐，媳妇多高兴，媳妇我来媳妇，带老婆来家里来呀哟，哎呀呀，带老婆来，哎呀呀，我的小妹妹。我来看你，你呀又是哟。
一个一把死活答应干呀一个哟。是的，你眼干也拉住你。我是干眼前我的媳妇们呗。你要死不答应，我干眼是在找别人呐呀。哎呦，我答应的来了。答应。咱俩个死成娘呗。媳妇，我找个你，才能我完成你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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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八呀，咱俩是不在家。干呀，我撒呼，怎么跟他睡了觉了？哎呀呀，我的干爷拉住你，我爱的媳妇呢？干呀，我撒呼，怎么跟他睡了觉了？五月五啊，家呀好媳妇啊，家呀好媳妇，那皮子干皮子啊呀呀。家呀我的家也拉住你，媳妇你也想得起啊，家呀好媳妇，那皮子干皮子啊呀呀。亲戚呀，我撒呼啊，撒呼的呀！干呀，你撒呼，又不过来打死你呀！哎呀呀，我就该拉住你！哎呀呀，我的媳妇们！哎呀，你来撒呼，又门来打死你！干七月七呀，咱俩媳妇开开心呀，干呀我媳妇，那你看呀我女婿呀，哎呀呀，哎呀呀，再漂亮点嘛媳妇呀，哎呀我媳妇，把那个呀我女婿呀。八月个四人情，媳妇把大呀领，领大我的大呀领，家里边好老汉娃也有用。大呀呀，我的大爷老李，啊大爷孝顺的媳妇们呐。大爷和媳妇可得一对好人情娃也有用。那个死神呀，买了一双花花蛋呢，家呀好媳妇，我把他也放进了好男人呀。哎呀呀，我的干爷，哎呀呀，我的媳妇呐，家呀好媳妇，我把他也放进了好男人呀。这个烈大灯啊，烧火也在个大灯，家呀燃烧好，咱只有花灯啊。